假如爱情，爱情可以修改，誓言可以反悔。假如曾经，曾经我们的相遇可以重新安排，那么生活会变得容易。总有一天我会将你统统忘记，然而这不是随便传说的故事，也不是明天才要上演的戏剧。假如爱情，爱情不再天真，谎言就不会再甜蜜。假如曾经，曾经年少无知的我可以多懂点道理，那么我就会避免伤害，不会轻易堕入你美丽的陷阱。然而这不是随便传说的故事，也不是明天才要上演的戏剧。说今儿要是我们俩结婚，这30块钱没白花吧？哎，人家这西装你看做的就是棒。嗯，对，成了你结婚的礼服了。哎，我记得当时还有件深色的，当时怎么没让我买呢？我现在也后悔了，不如让你买了呢。昨天还在这收拾房间，今天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。不过这里的味道还是很熟悉的。哎呦，宝贝儿，知道吗？嗯。因为啊。嗯。这儿就是你的家。咱们俩人的家。嗯，我今天离开了一个家，又进了另一个家。你想干嘛？哎，你说，咱们那婚纱照到底照不照了？你说呢？反正我们同学他们都照了。他们都照了。我每次到他们家里边，看着他们照的那种所谓的婚纱照。看着他们穿着别人的衣服，我就觉得特傻。要叫我穿上那种衣服照相，我肯定浑身不自在。你现在这件西服就是人家日本人的西服，很多人说这些西服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，可你呢，当为结婚礼服穿，那你就不别扭了。哦，他们说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，你相信啊？我管他原先是谁的呢，现在这衣服我买了，我买了就是我的。反正你说吧，这到底照不照吧？我不照，别人都做了，我不想做。再说了，咱俩前两年不是照了好多的照片了吗？咱可以把那些照片摆在咱们屋子里啊。跟你
说啊，你要是真照了那个结婚照，你以后肯定会后悔。哎呀，如果不照，我现在都后悔了。哎，是这样，我有一办法能让你满意。什么？姐姐，你还真够逗的。嗯，哪个？哎，你看，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？哦，这不是当时咱们在西藏照的吗？当时你记不记得你说过，你说我马上就要死了。是吗？是啊。我说过这样的话？我还以为你在骗我呢。告诉你啊，其实我当时啊，真的特别害怕，真的。是吗？嗯。我觉得你当时挺乐观的呀，一点都不像害怕的样子嘛。哎，我能把我当时害怕的心理让你知道吗？啊？那样的话，你不就更慌了吗？哼。哎，你说你看看你手里这些照片啊。我觉得那才是非常好的回忆。你说真要是到照相馆去照那种什么结婚照啊，能有什么回忆啊？就是一个傻。什么呀？我觉得挺好玩的。你要真觉得好玩啊，那我就陪你去。算了算了，其实我也没别的意思。我只是觉得咱们结婚实在是太简单了，没有一点结婚的意思吗？嗯。什么有意思啊？嗯。就像你看的国外的那个电影，什么进教堂，有神父值班，有管风琴，然后你穿的衣服呢是专门为你定做的。你想想啊，人家那是在什么物质生活水平之下？咱们现在没有钱啊！再说了，咱们就算真有了钱的话，我觉得那种婚礼也是挺傻的事儿。哎，李苏，你说，咱们有一天如果真的有钱了呢？真有钱了？嗯。真有钱了，我就一定能让你过上非常非常好的生活，真的。来，你看，这个婚纱，这个婚纱才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专门为你定做的，嗯，只有这一件，这才有意义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哎，咱们要是有钱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嗯，那我一定会更爱你。事情，哎，喝，喝死你们俩！我听说你新弄了几张音乐碟，那肯定都是最棒的。吹什么？放出来听听。嗯。机器让我妹妹拿走，明天再送回来。你骗人！来来，还是我。嗯。听说你们俩很恩爱，有说不完的话，新时代的古典爱情。没错，我告诉你啊，周琼。只要是我喜欢吃的东西，全都留给我。听着，孟非，你都不知道，李苏为我买衣服时投入的热情，你简直是难以想象。我知道，上一次我陪他给你买 T 恤衫，我累惨了，从福田到东门，嗯，又从东门回福田，又从福田去巴登街，又从巴登街回福田，天多热呀！啊，你算算，你想想，我们俩骑着车，
10块钱一件 T 恤衫，嗯，跑多少路？没办法，我们谁让我们穷呢？所以只能计划花钱了。那他不叫计划，那他叫狂热，叫激情，叫爱。你们俩得计划，钱不多，计划了就能好好生活，肯定是这样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俩准备存点钱。存啊，存。哎，我想好了，这钱怎么存，你知道吗？说，我每个月存上它200块钱，一年，12个月，十二个月就是2400块钱。十年啊，120个月，多少钱？做梦。120个月，24000。做梦啊，24000。我存了20年，20年240个月，240个月多少钱？48000。喝酒，喝酒。那100块钱呢？喝酒。好嘞。哎，你那个碟在这儿也放不了的话，拿回去给我听一听。我怕你给我搞坏了。不瞧不起人，你怎么这样？小气你啊！先喝酒，喝酒再说，好吗？干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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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干了！干了！你先干！干了！你先！干干干干干干！我觉得吃的少一点比咱俩吃的多一点要有好处。对，我那天看了一本西方的书，那书上写啊，节食比吃的太多要好得多。写那本书呢是一老头来，你知道活了多大岁数吗？85岁的时候，冲浪的时候被海水给淹死的。哎，你说这人85岁了还冲浪，那什么激情啊？那是。那，咱从明天开始就开始节食，好不好？嗯。那咱是，咱们要是饿的实在撑不住怎么办？饿了也得节，这不光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且，咱们俩得存点钱呀。你说呢？哎，你到底成不成啊？啊，好，我尽量。我也能做到，我肯定能做到。大声一点，我操！哎，说这刚吃完饭没多一会儿，肚子又饿。哎呀，就别想这个了。你越想越饿，你知道吗？咱不都说好了吗？猪头肉，这样会猪头肉。哎，卖猪头肉的又来了，还有猪耳朵呢。哎，你是不是就等这事儿呢？说什么？别等这事。爱丽丝，我觉得你最近啊，对一件事情特别有热情。什么？那就是每天都在听卖猪头肉的吆喝声。
不咱买点去？哦，买。别撑着了。不买啊，是吧？算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越控制的肚子越饿，好不容易来接了2天的食，完了就得拼命吃一顿。所以2斤猪头肉一下子吃完，而且还真的不够。哎，你说我原先我还挺有艺术感觉的吧？嗯、那天要画一个肖像，人家一肖像，说要画孟非。嗯，画那眼睛的时候还挺像的，一画那脑袋，怎么着了？成猪头了。看来你真是猪头肉吃过了。哎，看那个2斤，有2斤啊？看这会儿。好，来，还有这套。孩子没了。我觉着
你不能每天这样晃晃悠悠的，该干点正经事儿了。你看人家，出门都可以打的，咱们呢，还是那辆破自行车。那车怎么了？那车当初咱结婚的时候，我还用它接过你呢。甭跟我提这事儿，一提这事儿我就烦。嗯，算了，你说吧。说呀。其实呢，我也想干点事儿，主要是钱的问题。我觉着吧，咱们应该把咱们这几年的这点积蓄都拿出来。哎，听我说，因为你要想做事的话，肯定要拉关系请人吃饭，你还得办执照、租房子、买家具，好多地方全都用得到钱。李苏，咱就那么点家底儿，那可是救命的钱啊！你不投入的话，就不会有收获。挣钱这事儿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。哎，你看人孟非，人家就是把家里边的存款背着老婆借给了洪家房地产公司的陈汉生，结果呢，陈汉生发达了，不忘孟非，现在孟非啊在他那儿做副总，每天是小车出入，西装革履，多神奇。嗯，李苏，你说咱能这样吗？你呢，先在孟非手底下干着，完了以后再说呗。哎呀，男人怎么能这样，动不动就去投靠朋友，给朋友添麻烦。我觉着咱们真是应该把这点存款取出来。听我的，没错啊。校长，今天我终于上完我最后一门课。你这个事情我们研究过了，你不能凭心理。为什么？目前我们学校很缺乏你这样的美术老师。你有美院的学历，还有作品发表，讲课嘛也挺风趣，学生都挺爱听。所以啊，你不能看到别人发了点财就心里动，要服从大局吧。再说学校也有学校的好处啊，比如说稳定安全，不同商场与战场这样你死我活啊。所以考虑问题还要想清楚，别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啊。这么说我停薪留职你们不同意？那魏小华的你们为什么同意啊？哎，她是个女孩，身体又不好，留在学校也没什么。我辞职行吗？为什么那么极端呢？因为没有钱。因为我穷啊。穷，咱们都穷，但是我也想清楚，钱多了就一定是好吗？有钱了有什么不好？怎么样？我把工作给辞了。你辞职了？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绝了？其实你可以跟校长讲，你可以停薪留职嘛。再说了，如果必要的话，咱们可以给校长送点礼，就像魏小华那样。像他那样送？送的是什么？咱们能送啊？他送的是肉。肉？就是身体，你能送？
丽苏。家里边的钱全都给花了，你来骂我的是吗？咱们回家吧，咱们当不了富人有钱人，穷人咱们还当得成吗？真的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，咱们回家吧，这儿所有东西我们都不要了，好吗？回家。嗯。回不了了。欠了三个月的房租，为了拉客户，我还借了别人的钱，我不能回去，要找，就叫他们找我一个人，我不能叫他们到他家里面去。你还借了别人钱？多少？啊！快一万！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本来这次以为能拉到大的客户了，我挣了钱把账还了再告诉你。我们怎么还呀？你说呀！你说呀！周秋，放心，我不会就这么垮了，真的。他在这儿呢，把这些东西值钱的全都搬走，大搬台，搬走。别动！搬！别动！就你这样还想打架吗？干嘛？打架！我还想杀人呢！我，哎，你说，别动我！你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搬东西不还钱，你今天这儿的东西，谁敢动一样，我就把你们给撂这儿！好啊，你不还钱，我起诉你啊！走了，撤，走。
人才啊！别提，肯定是要债的。万一有好消息呢？没好消息，我今年就没好消息。关灯睡觉。把电话线给拔了。万一要是我妈呢？不管是谁啊，找我的话都说我不在。喂喂，怎么不接电话？我是孟非啊。哎呀，孟非，你怎么这么晚打电？喂，都几点了你还挂电话？有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想发财吗？当然想啊，问题是这年头到哪儿去发财去？我们总公司的文化公司需要人承包，我推荐了你，说你很有能力，你准备一下。哥们儿啊，哎，我眼泪都快出来了，我激动的都快哭了。算了算了，我还不知道你，等以后挣了钱别忘了哥们儿就行了。嗨，我怎么可能忘了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好，别说了，三天以后电话联系，我把一切都给你铺垫好。好，再见。哎，他说什么呀？老婆。嗯。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的。一定会的。来，今儿个晚上啊，就是咱们两个人由穷人变成富人的转折点。我想跟您说一说，我是怎么失败的。也许别人都愿意说他的成功，可我到现在还没有成功过，所以只能说我的失败。我还是头一次碰到一个人在我面前不说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，而谈他的败走败战，这倒是很新鲜。广告公司在我这儿不算很大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可能是一种摆设。因为我不想投入太多，要靠办他的人自己去积累。现在呢，孟副总把你推荐了来，我没意见。可是你反复强调的这个失败因素，我又觉得不太吉利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我再考一考。啊，来，好。其实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今天说了那么多不吉利的话，不，我就是听了他这番坦诚的谈话之后，才对他发生兴趣的。一个企业不从失败因素当中找到胜利的希望，那这个企业肯定是危险的。一个人不吹牛、不夸张、不虚假，这是难得的因素。这说明他对事物有反省、有分析。这说明他在来之前认真地研究了我陈汉生这个人，这说明他这个什么什么苏，李苏，哦对，李什么，李苏，哦对，他这个，这说明他，嗨，他这个名字怎么这么难记呀？这么着，等他到公司来以后啊，想办法叫他改个名字。失败因素，对，明天总公司全体干部会上就专门讲这个失败因素。失败因素，哎，
我就抓住了这个，这是一种反向思维。我就认真的去讲我的失败，哎，他们至少会认为我这人很谦虚。孟非跟我说了，他们陈总最讨厌别人不谦虚，我就跟他表现我的谦虚。哎，但是我不唯唯诺诺，我是有头脑有分析，嗨，这一点他们绝对想不到。那孟非还跟我在那儿摆手呢，这个傻瓜，他到现在就没有把他们陈总给研究透了。你看着，他们肯定会来找你。难说吧，你说了那么多失败因素，他们要对你失去信心怎么办呀？咱们啊，就安安心心的在家等他们电话。喂，曹家，来吧，我家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不锁门出去了也没事，甭说抄家了，你们就是放火把我这儿烧了也没关系。不过呢，你们要是给我两个月的时间，我会按20%的利息还给你们。什么？抄什么家呀？你真来抄家怎么办呢？他们允许等我两个月。老婆，这两个月对于别人来讲没有什么，可对于咱们家来讲，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。几点了？我这么忙都等你半天了。你嚷嚷什么呀？堵车我愿意啊。你说的是废话。走吧。哎，干沙发时候轻点啊，别给我蹭了啊。壁纸的颜色不大对吧？当时选的肯定比这个浅。怎么不对了？哎哎，还这个，还这个，这开关。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，这按钮要用方的，不要用这样的。什么都不管，这儿挺挑剔。
怎么现在这么粗心啊？我还粗心。你不粗心？你说你一个人天天闲在家里边，带着几个工人干的这点活都干不好，你还能干成点什么事儿？拆了，重新装。按您的意思去装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，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，就像女人的脸，不可能没有弱点。所以别太过分了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我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只不过打个比方而已了。比方什么？你这么说就像我什么时候烦过你一样。你怎么那么激动呢？我是想跟你说，别为这房子整天着急上火的。我着什么急？哼！是啊，你当然不着急不上火了。整天把酒店当家，把家当酒店的，你当然无所谓了。哎，哎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算什么？每天连个电话都没有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这个人。真是可怜。行行行行行，都是我不好，行了。你可怜，你以为我在外边活的就幸福啊？哎呦，陈总啊，啊，我现在正跟客户谈点事，啊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我马上过来。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就这样啊。跟你说，我现在听陈总我就烦，你像他们家奴隶似的。别这么说话好不好？啊，那是咱们的衣食父母，没有他咱们没有今天，能有这家？那他也不能这样啊。他也不能怎么样啊？啊？在外面一听，还要在家里说，事儿挺大呀！你好，陈总。你原来就是在这儿跟客户谈事儿。不错，很有品味啊！啊，很精细啊！我看，这都是弟妹的功劳啊，你李苏可不行。哟，陈总，瞧你说的，我懂什么呀？要不是经常听见您说的如何管理，我周兄在这方面简直就是个小学生。过了过了，算是中学生吧。哎，最多也就是个小学生啊。你们这两口子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两口子啊。哎，这房子交给老婆去办，待会儿咱们跟秦副市长见面，我还需要你这张嘴啊给我打配合呢。这个是个大项目啊！多谢陈总栽培。谢什么？你李苏这两年是给公司赚了一点钱，但是，我最欣赏你的还是你的失败因素。哟，失败因素哪是我的啊？那是陈总很早就提出来了，我不过是用我当年的失败给您提供个例子而已。得得得，别而已了啊！走，出发，来。再见。
K， 嗯，你猜我今儿给你买什么了？买什么了？哎，抹抹眼睛干什么？啊？你自己看，我给你买什么了？什么？拆开看看。你就说嘛，什么东西？哎，你快拆开看呀！快快快，快点！什么东西？整得这么神秘？买刀干什么？啊？怎么了？没事。想起什么送我把刀？没什么。怎么回事啊？你还记得你跟我说的话吗？我说的什么话？曾经跟我说过，你特别羡慕你的朋友一把瑞士军刀，说你有钱以后一定要买一把。现在这把刀在这儿。想起来了，这都是多长时间的事儿。这刀还真不错嘛！别收拾了，上楼吧。你看，我找到什么了？还记得这两盘碟吗？这不是孟非的音乐碟吗？当时就说好还给他。这都多少年？是啊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忘性好。老婆，我不是忘性。我全都记着，是因为我现在太忙，我太累了。再说了，就算我都忘了，又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已经不爱我了。那要照你这么说，我把过去的事儿全都记着了。我就爱你了。跟你说，人家那话说的对，说这人啊，要是老想着过去的事情，就说明他老。是。我当然老了，行了吧？
这么挑剔好不好？这是一张会员卡，一年10000多块的。别光吃菜，喝酒，喝酒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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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的特别香，挺有感染力的。你啊，你肯定记错了。我跟你在一块儿就没吃过猪头肉。哎，我倒是跟我老婆一块儿吃过猪头肉。哎，当时啊，我们俩节食，哎呦，饿得不得了。楼底下有来卖猪头肉的，跑下去买了2斤猪头肉，一顿就全都给吃光了。吃完之后，我想画一个孟非的人头像，一画，画了一猪头。哎，你当时不是觉得挺可笑的吗？你怎么现在不笑了？李苏，你这叫猪脑子！你怎么可能跟周兄一块吃猪头肉呢？是咱俩，不光你吃的香，我也一样。咱俩为了最后一块抢都打起来了，你忘了？怎么会呢？我连这点事儿还记不住啊！肯定是我跟周琼一块吃的猪头肉啊！哎呀呀，你们俩真无聊。你说这些有意思吗？这女人啊，就是另类动物。你说谁呢？没说什么。你才是动物呢！你他妈小点声好不好？我就这样。我记得周琼挺贤惠的，怎么现在成这样了？肯定是你外边女人的事让他知道。我他妈外边有什么女人啊？哎，醒醒！都几点了，还吃不吃饭？你不每天都在外面吃吗？自己出去吃去呗。待会儿我饿了，我就泡碗面。我今天我就要在家里吃这顿饭，行吗？急什么呀？哼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你不就是为今天白天的事儿吗？是，我是为今天白天的事儿。我混成现在这样，我容易吗？啊？我花了多大的心血啊！你今天同着多少人？一屋子人，你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啊？你让我的脸往哪放？你让我丢不丢脸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提当年的事儿你特有面子是吧？那你怎么不提提买毛衣的事儿呢？当时天那么冷，人我们单位同事都买2件，你连1件都不让我买，这事你怎么不跟人提呀？
我什么时候不让你买了啊？我当初我没替你买过衣服。是是是，当初你是不错，为了帮我买一件 T 恤衫，跑遍了大街小巷，我很感动。可现在呢，我穿得再漂亮再好看，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你看我也是应付我，对吗？你累不累啊？啊！我现在我有更多的事，我要去想，要去做。现在吃什么都没味了。你当初吃猪头肉的时候，怎么没这么说呀？睡了？你现在一回家就睡觉，也不跟我说句话。今儿可不是说这么多了吗？你说你现在这是怎么了？你到底心里想的是谁呀？你知道吗？我经常在你睡着了以后看着你，就等着你能醒过来跟我说句话，可你一句都没有。哎呦，我还能想谁呀？啊？你说我这么累，我不都是为了咱这个家吗？我就想多挣一点钱，拿回来能看到你一个笑脸。你又知道我不最喜欢看你笑了吗？你现在睡觉离我越来越远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快睡吧，明天早上有客户。又是客户，客户的，我还不知道你，总拿客户来吓唬我。哎呀，我明天我真的有客户啊！我骗你干什么？不信你到公司去问好了。你那破公司，我才不想去。哎呀，你怎么又转过去了呢？你坐。哎呀，老天爷，你还让不让我睡觉啊？
上楼睡觉去。这么弄的话，我累不累？你不觉得这房间空落落，连一点人的热乎气儿都没有，就像一个活棺材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好不好？上楼去，走啊！你要不睡，我可上去了。喂，我不知道，我睡不着。他已经睡了。我跟你说呀，他都快一个月没碰我了。我们家还不是跟你们家一样，哪儿都是。说呀，不是怎么搞的？我觉得李苏她最近特别特别的奇怪。什么？你快说呀！那个女子长得什么样？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不知道，没谱。我说嘛，他最近这么奇怪，他来骗我，
他还对我那么凶，他在骗我，他在骗我。喂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一般的女人，走着瞧吧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去哪儿？去陈总那儿，然后见一个客户。你跟陈总约好了？是啊。那好，我打电话问问他，我看看你是不是在骗我。陪陪我，咱们俩聊聊天。不是胡闹吗？我跟客户都约好了。放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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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是吧？好啊，打！我叫你打！我叫你打！今天是情人节吗？对呀、啊。我好像看到李素寄了那个花店。哟，周琼，你有福气、啊。你老公这不挺浪漫的吗？还想着情人节给你买花呢。他身边还有一个女人。
说，我刚才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也没啥过分，他都那样了，能给他面子？他们男人怎么从来都不给我们面子？自以后我再也没这老婆。那客户怎么办？500万，500万的生意就这么就完了？我对你们现在非常不满意。这计划书有什么用啊？我要的是利润。周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你老是这么监视我，你让我怎么工作？工作？你那也叫工作？男男女女的在一起，有说有笑的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再这样闹下去的话，我在公司一点威信都没有了。我也知道我这样不好，可是我待在家里，总是胡思乱想的，今天吃不开门。问题是你今天已经来了第6趟，我没办法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就是想跟着你。好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先回去，我那边会还开着一半呢。送您上车吧，好吗？哎，今天可累死了。就是啊，今天喝什么？喝点咖啡吧。什么牌子呢？哎，姐，是你们老板。李总，陪我喝一杯。好啊，您先坐啊。喝什么？啤酒。喂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去帮小姐拿一个啤酒的杯子。谢谢。好，请稍等。好。你过来，他们不会生气吧？不会的，他们都很尊敬您，知道您很有能力。谢谢，这就行了。好了好了，来，干杯。
这样吧，李总，要不然我送您下去打的好吗？这样吧，李总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觉得我应该回去了。没事，不好吧？李总，李总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是心里需要平衡才这样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提出任何要求的。我不会对任何人吐苦水，我需要你。可你在公司里从来就没有看过我。我不得不让别人当总经理啊！陈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知道我是有能力的。公司最近的业务太受影响了，而且长达一年之久。你的业务量没有扩大呀。我知道，这是我的错。光说错有什么用啊？你知道损失了多少吗？那叫几千万呢！我已经起诉了，我要跟他离婚。我一定会能跟他离婚的。我对你已经没有信心了。
那你就不用再向我倒苦水了，是吗？真挺好的，他演画，瞧人这画廊弄得像不像样的哈、啊？你们好好聊聊。王小姐。哎，你好，李大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周琼。哦，你好，周小姐，你好，你好。坐来。哎呀，你这儿这个作品比我上次来都多了哦。是。怎么样？看到怎么喜欢的没有？有呀。是吧？嗯。还行。周琼他也特别喜欢艺术。是吧？嗯，对。喜欢画。喜欢画，对。嗯、他有特别好的朋友，我们以后常联系啊。也不是明天才要上演。